所以千万记住，做一个君子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明哲保身，这样你才跟前面斗得起来。为什么中国要明哲保身？你一个君子出去就被害死，出去就被害死，你君子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啊？君子一定要负起重大的责任，要明哲保身，不为小人所害，你才能够发挥长才。